橘子，你怎么啦？妈妈在进食，我受不了。我没有。我是屋顶的屋顶的小妖怪，把你变成了臭八怪。你也笑啊？笑完了，快睡觉。我要吃饼干。这么晚了，哪给你搞饼干去啊？我吃完一定睡。来，饼干。我不要吃圆的，我要吃方的。橘子，橘子，橘子！爸爸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是我爸爸。爸爸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爱你，爸爸。看看下面的物品哪些是危险的？都很危险呢。球危险吗？你用到处球，它会炸的。砰！那鸭子呢？越炸的鸭子就会炸人呐。